众所周知，最近电视剧可真是不少，然而这一部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可真是让人直呼太过瘾。顾川和江小宁之间的爱恨情仇让观众看来都是打情骂俏，两人现如今能走到一起全凭借苏曼里的神助攻。当然了，如果不是江小宁做代驾兼职的时候在一次意外中救了苏曼里一把，江小宁也不可能来到川工作室。如果说苏曼林给江小宁提供了机会，那么能够成为顾川的助理兼职司机都是江小宁不放弃的精神感动了顾川。江小宁性格也是极其的讨喜，不管遇到多大的苦难和伤害总是会笑意盈盈地面对。顾川浑身上下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就算他被江小宁所吸引，先一步喜欢上了江小宁，他也只好是伪装住自己，表达只是上司对下属的关爱。当年的一场车祸让江小宁没有了父母双亲，孤零零地成为了孤儿，只好和自己的姑姑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江小宁也并没有自暴自弃。当顾川知道江小宁这样的背景故事之后也是更为心疼。顾川因为自己机械心脏的缘故，认为自己的前途是一片黑暗，更是亲自看好自己的目的。自从遇到江小宁之后，顾川这个人也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然了，顾川迟迟不敢迈出那一步，生怕自己给不了江小宁幸福。好在顾川及时醒悟，要用他仅剩的最后时光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心中所爱。江小宁得知顾川心里也有自己的时候更是开心的不得了，直接接受了顾川的高标，俩人牵手在一起的生活实在是太甜蜜了。江小宁也是带着顾川来到自己的家里见了自己的姑姑和奶奶。据知情人士爆料道，姑姑也是直呼总监的工资高不高，能不能养得小宁的时候，这一幕也是太好玩。要知道姑姑一直都十分心疼江小宁，江小宁打小就是孤儿，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小宁在养这个家，姑姑当然要问问顾川会不会对小宁好了。好了，今天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每天都会更新乌鸦小姐和新先生的故事，让我们下期再见。